到的阳光沙滩比基尼的垦丁咯。那这一间呢，是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非常好玩的一个饭店，它呢很适合呢小小孩的一个大乐园，就在下面咯。那现在呢，因为我们家的大了，青少年要玩什么呢？当然是要寻找刺激有快感的哈。前面呢有沙滩，然后呢这边有室内的，这边在这边卡丁车有快感的啊，他们追求是快感嘛。那现在呢，他们要下去玩给你们看哦。先说明这边的规则哈，这个车子呢是限重90公斤以下。如果说有小小孩学龄前呢6岁以下的话，爸爸可以载，妈妈也可以载，可以双载，但是价格会多50块钱。那现在呢6分钟，好，原本是150，暑假期间特价是100块钱，而且开放时间呢有分早上跟下午场，现在是参加下午场的，它不是一整天都开着哦哈。啊，服务人员呢这边呢会请你戴上安全帽。哦，先戴上头套之后呢，戴上了安全帽，安全最重要。6分钟是一个场次，现在呢，他们坐的是单人的一个人。那如果是两个双载的话呢，他是爸爸或妈妈载小朋友的话，学龄前载在前面，一样是这一台车，他就没有分，因为这车子是大台的，有的是小台，他们家是大台的。那6分钟哦，现在特价100块钱，这两个青少年呢要追求快感哦。看到这个开关，对，按就是打开哈。然后等一下啊，我们这个的话，你们看到前面一个箭头，对，这个方向就是往里来转，就是往那里开哈。对，那现在要说明了，因为我们就在旁边这边，那我们这台的话是没有刹车的哦，没有刹车的哦。你要减速的话就不要踩，就放开它就好了。放开就等于是减速。塑胶车的话就让它撞没关系，啊，脚不要放下去，会那个怕会扭到危险。就当它撞没关系。现在在讲解安全规则，要听哥哥说。一定会有那个转圈圈的情况哦，没关系。让它转，然后转完之后再重新导正方向继续开就可以了哈，脚不要放下去。那 OK 啊，我们就可以出发了啊。好，拍张拍张拍张。好，你们先拍一张出发前的照片哦。好，拍一张拍一张。来，爸爸拍这边。还是要写写，看这边，1、2、3。好，出发前了，好，出发。好，那我们是往左边开哈。开始了，青少年要追求的速度感来了。它是在饭店里面的，饭店里面的中庭的这边是玩这个赛车，这个是小型的卡丁车，哦，也是有一个快感在啦。它小小孩的话呢，是爸爸妈妈可以载的，总重量呢不能超过90公斤，不能超过90公斤哦。分开一点，不要撞在一起。分开，不要撞在一起喽，要控制哦，控制好哦。这两个啊，哦，有时候会胡搞瞎搞的。好厉害哦！哦，快哦，追求哦。哦甩尾了，甩尾了啦！这两个有没有看到？青少年就是喜欢这种感觉的啦。好，说青少年哦，撞墙了啦！撞墙没关系啊 ，OK 啦，继续给他开下去就对了。6分钟 ，OK 啦，好，追上去，追后面这个是我们哥哥，天真纯一呢，95号的选手呢，这个是我们家哥哥喽。那前面的那个是我们家弟弟。非常凑巧，两个都穿红色的，不是双胞胎哦，两个差1岁的咯。现在今天呢参加的有两个选手非常调皮的两个选手哦。哦，他们两个是很爱追求快速快感的，有时候故意撞在一起啊，是不故意的，不是哦，不是失误，是故意的，纯属故意的会撞在一起。今天的速度呢是分明是有弟弟来领先，因为哥哥刚刚有去撞墙了。哎，选手们，天泽纯一，你今天的速度比较慢喽。现在呢，我们家那个弟弟呢，持续的往前进了。哥哥呢，平常是比较爱捣蛋的，会故意去撞墙的，这个是他个人的特色。哦，也会故意去甩尾。但弟弟呢，他是比较稳健，哦，台风是非常稳健的哦。他这个人是稳稳的开，因为他姓名一个文字，所以个性完全符合。哎。这个一号选手，嗨！我们一号的选手非常的酷了嘛，今天这样子表现是很稳健的哦，没有去撞墙壁的哦，撞墙壁是这个田泽纯一。95号的选手，你别再撞墙壁喽！他们现在很酷好不好？一直在偷笑，一直在偷笑当中。田泽纯一进场了。他们最近很爱打棒球，他们身上都会穿，有时候会穿一些他们支持的球员的衣服，不止这一件啊，一直给我花钱啊。青少年就是不一样，玩法不太一样。
加油加油咯，甩尾咯，哦，上刚刚是小幅度的甩尾，我们哥哥呢常常会大幅度的甩尾，纯属故意的，他会故意大幅度的甩尾哦，大幅度的甩尾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？完全符合田泽纯一的个性，这个没错，就是他的个性，他就是这种个性的，很爆笑吧？哦，爸爸妈妈呢可以带小小孩来，那小小孩的话，你就坐在前面，那可能速度上面呢就不要那么快速，哦，比较安全最重要，安全最重要。青少年这个没关系的，我们这个哦，你也甩尾了，一号选手你也换你甩咯。这个呢真的是一种快感，哦，他们青少年觉得这个好玩，那如果一群人来的话呢，哎，更厉害更好玩，现在是只有两个选手哦，选手多一点的话呢会更有趣一点，哦，也感觉有点在竞赛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差不多快要结束他们的六分钟的挑战，哦，六分挑战即将结束咯，即将结束咯。哦，有一个人又甩了，又甩了一次尾。一号选手，你甩尾了，他非常的酷。哎，还扭屁股嘞，非常妙。而且他们今天好，哦，很凑巧，衣服呢跟旁边的有没有围起来这个塑胶的，完全很符合，全部是红色的。哦，红黑红黑，就是感觉在赛车那种调调，红黑色的调调，非常符合喽。田泽纯一 OK 要颁奖了，颁奖咯，我们今天呢是有两位的参赛者啦，没想到了是时间会田泽纯一又甩尾，再次甩尾，田泽纯一完全符合你的个性，没有错，这就是你。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该回头，结束了，还有最后一圈哦，最后一圈哦，加码，哇，非常稳健的人竟然也会出差错，没关系，我们再度出发了，哦，这个比较刺激的，是因为呢，有时候呢，你在那个转的时候那个角度有没有？你会看到下面那个刹车痕，一些痕在那边，哦，那个感觉是有刹车痕的感觉，是因为呢，他们速度没有掌握好，转的时候呢就会甩尾喽，哦，啊，甩的幅度比较大的时候就去撞墙了，也没关系的，有戴安全帽 ，OK 的，安全的哦。好啦，跟你们分享，我们在长滩啊，我们在垦丁的长滩，这个呢是适合全家哈，哦，体重不要超过90公斤总重量哦，就可以下来感受一下这个快感，这个速度的快感喽。好，分享给你们喽，10分钟特价100块，特价100块喽。